金箍戴上之后，你再也不是个凡人，人世间的情欲不能再沾半点。在戴上这个金箍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你有什么可豪横的？哎呀，妈给你细灵啊！谁呀？是不是有人？03年前啊，有那么久啊？小明，你拍这个男主的时候。日光灯下只有了夏和林，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，但
你去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的小梦圆舞。我都打开。